咱生活轻摇是人，有的姿势轻托四处无去用，叫来团结全身的好功夫。在了去当时，一共红兄有的积极艰难，过也帮助红兄心态温馨花，有的跳到中心所在，全改为建桥。现在红兄登基大清帝国江山，我也身为一个王爷的身份，为你点在王府所在享受是荣华不现。今日含来不说王府四方走，回府准备进入进了亚新，阿彪回来了。亚新，你回来了。金沙白起，这了晴天的所在，叫无关键亚新人影，到底亚新，你身体何方啊？在王府感觉大所无味啦，四界罕有风友，唔才这个时阵才倒转来。原来你说是我离去，令你改你的身份呐？唔对，你呀、啊，亚新，阿彪今仔日倒转来。有真代志要甲你参详啊！观看爹先面色带忧，到底何事？要向囝儿伊说道理。阿爹心内思想，希望你会当放弃官场，金元宝殿向雍将军示官，咱倒来故乡敬龙立雄。慢来，爹先为何今天回顺家中而来，不言无端？就爱金瑶，我是我体实的，我相信所说必有因。官场的争斗，虽然阿爹无在朝为官，我听人讲我嘛了解。人咧讲一句话，三年官是两年满啦。看阮如同破釜，你若做较好，老点的差错，会连累家眷。地主阿爹只希望。你会当放弃官场一切，甲阿爹回来故乡，老子用你建名，今天罕有的中间，阿爹无着一件的代志。到底外面罕有，你发生何事？我改叫李四娘，伊是一个权贼，在混乱中间，阿爹孤身叛变，想必是去啊清兵捡去。故事内中有写我的名字，万不离这个消息，若传到雍将军，伊若了解阿彪解救国贼，恐惊连敌救助，连累囝轻摇地啦。对啊，要听心里所诉。你来救离开啊，现在回旋叫我是我体实，我所量愧对阮风兄伊，也是
来外面所在罕有，你口无声是轻欢二四牛，你竟然接受轻欢，那呢我们所有对方兄交代啊，就是安尼。阿爹心内思想，也要劝你时光行。看场的黑暗收兵，阿爹免讲，你了解。各国官员拢是明争暗斗啦，万不利有一天，你若有啥物失格差，岂不是连家总结就无团？所以老爸心内思想，希望你放弃美好的前程。家庭中来故乡，金龙为生。叶思源，虽然叔叔你犯差做错，该求正是轻犯离开，但是我相信，阮洪兄弟的心意，洪兄绝对会带领阮兄弟成仙，所以会轻轻救还呐。你兄弟的情分我了解，孝情第有义，严格。你敢无听咧讲，杨将军伊心术不正，刺兄将数为非。敢讲你唔知，伊终究要反省无道。叶先，我相信，阮洪兄的所作所为，今天你爱我西瓜提实，我绝无答应。青年，你老爸国家事，你拢听无？叫你西瓜一来二去，阿爹是为着你，你若唔答应，你是大吉不好，无尊重老爸。意思，对啊，你以为只有你安尼细做呢？老百姓，大家拢来西，